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25日报道，正在中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周四宣布，将取消中国和印度两国游客和商务人员入境巴西的签证要求。他25日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也表示，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巴西旅游，并给予免签待遇。巴西方面尚未宣布对中印游客免签的具体实施措施和细则。路透社称，博索纳罗政府上台以来取消了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签证。今年6月，巴西正式对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四国游客单方面免签，中国则是巴西取消签证要求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。根据巴西方面的统计，2018年访问巴西的外国游客约为660万人次。巴西计划到2022年将其提高到1200万人次。根据巴西旅游部的数据，巴西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约6.5万人次。中国游客在巴西的花费约为每天65美元。最爱游览的目的地包括圣保罗、里约热内卢、伊瓜苏和马瑙斯等。巴西旅游部长马塞洛表示，巴西的目标是未来几年每年访巴的中国游客能达到60万人次。